今天这个视频不是耳朵眼，是嗓子眼，一动一动的是声带，声带前方是会咽，会咽前方是舌根。考考大家眼力，问题出在哪？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这是一根鱼刺。卡在喙咽和舌根之间，通过电子纤维喉镜探入取异物的钳子，拔出这根鱼刺。进行操作前，已对咽喉部局部喷洒麻药，顺利取出。提醒大家，如果大型鱼骨进入食道，会有生命危险，我没开玩笑。吃鱼的时候，不说不闹，踏踏实实的，听话哦。拔完刺，开心回去上班了。